好，我们现在妹妹喝完奶，我们已经在做预备。以前传统的就是喝完奶要怎么做？要拍。好，拍打嗝哈，拍到老师手都要断掉，也不见得会打嗝。好，现在我们网络教学新式，好，开始。好像喝醉了。喝醉了，我喝醉了。我醉了。有时候这样转个两圈，他就打嗝。有时候不一定。有时候不一定，有时候可能他已经打完嗝了，我们不知道。刚刚打嗝吗？我觉得他要马上喝完，马上咬。他会。他现在可能在动一动才会打嗝。打嗝了。啵棒啵棒啵棒，好。